过年时间，今天我们欣赏一幅白发一雄的作品。白发一雄是日本具体派艺术家，也是日本行动绘画的先驱。他在创作的时候，一边抓着悬吊而下的绳子，一边用脚涂抹油彩，随着绳子的运动而落在画布上的油彩洋洋洒洒，积累出不规则的轨迹。这幅画的名字叫做《Contour》，创作于1990年，现在保存在日本东京的石桥美术馆。白发一雄这样的创作方式完美地表达出了二战后先锋艺术群体具体派的使命。从字面上来看，具体派的名字就包含工具与身体的意思，它起源于二战之后的日本，旨在传播具体的思想，强调艺术创作中身体与物质的互动。下一集我们将欣赏西班牙绘画大师毕加索的作品，绘林时间，法国巴黎。